副县长林宝文命令全县各处首长陪同，携带大批的体育器材前往各地驻军部队，赠送给部队官兵以充实部队官兵的康乐活动器材。林宝文县长等各地首长也在各驻军部队营区分别向部队的官兵进行恭贺春节，并且一一的和部队的官兵们握手，充分地表达了民进军、军爱民的精神。